今天天气没有很好，在下雨。那今天就想一样，先来上歌唱课，然后等等去洗个澡，然后有精神一点，吃个健康的早餐、午餐、早餐、午餐，拿来好好运动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然后这次拍戏，因为我想说我要尝试，想要吃健康，然后想要吃吃看水煮餐，结果体重就掉蛮多的，掉了快要4到5公斤左右，没错，所以也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来吃吃各种食物。然后因为之前真的吃的蛮简单的，就是水煮花椰菜啊，鸡胸肉。然后茶叶蛋、香蕉、白饭，就几乎三餐里面会有2餐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偶尔偷吃一下油炸的食物。Yeah, boy. 动起来，动起来，Move to zero，动起来，归零。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归零的动作。每天都要